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健康，怎么样动才瘦得下来，健康101的节目里面呢，会为观众朋友设计不管是动的健康或者是静态的伸展，都会针对观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上所累积的压力跟累积的肌肉酸痛，帮助各位观众朋友做一系列的伸展跟动的健康。因此在节目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知名的老师帮我们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的运动。今天在节目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第一次上节目来的小新老师，信蒋老师，欢迎你。老师好。啊，你好，秉老师你好。而且老师听说老师现在之前是在南部教，然后现在转到北部，对，所以是全省全方位的老师。那老师平常比较的专长是什么？舞蹈类的课程、雕塑类的课程，那瑜伽课程也上。所以老师今天要给我们一些舞蹈课程吗？还是？没有，我们今天要做一些雕塑，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点你的心肺会稍微的提升。我们过年的时候吃的比较多嘛，那就相对我们做一些心肺，然后一些雕塑，让你身体先慢慢的回到原来就是过年前的样子吗？对，可是过年有没有胖一点？这个有节制，对不对？对，我有节制。就是如果是大家老师都在俱乐部里头，其实俱乐部是没有放假的。对，对，都会就是让观众朋友们呢在课余的时间或者说空暇的时间去做运动。所以现在我们101的节目呢，就是帮助各位观众朋友在电视机打开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运动，尤其是这种小过年大家也不用上班，对对，然后所以就准备晚上呢再好好的再吃一顿。对，大过年吃了一顿，小过年再吃一顿，接下来就好好的收心了。 对， 对，好，老师，那今天的动作呢是 OK。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稍微的接触过一点点瑜伽吗？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是拍友课程。拍友是比较新的课程，对不对？对，它是结合了我们瑜伽的动作和 Pilates 的动作。Pilates 的意思是皮拉提斯，对。然后它 Pilates 的课程是比较针对核心哦，核心训练，对对 对， 對， 對， 對，这个核心，我想观众朋友一定很需要，因为所以老师核心在哪里？核心啊，在我们的深层的肌肉里面，深层里头一圈膝盖以上肋骨以下。所以你知道我们观众朋友都太放肆自己，而且没有去训练，所以慢慢的每个人大概都拥有3到4个月的这个肚子的形状，对不对？那就真的需要拍友了。对，需要就是女生呢我们叫成小富婆，男生叫大富翁。所以富是腹部的富，大富翁。 对， 对，所以其实这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都有很大的伤害。对，所以如果腰臀为比呢，比例如果超过的话，就很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哦。所以除了运动之外，还要注意饮食，尤其过年大家都吃得太油腻了。对对，因为大鱼大肉，我觉得好吃嘛，就不断吃，而且不要上班，吃得好又睡得晚，然后都没有在运动，都是在看电视运动，所以这样其实15天下来，对你的身体是慢性的伤害。对，好，老师，那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 ？OK， 我们要开始做拍友之前，要先把你的肚子往内收。我们不管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基底要先打稳嘛，对不对？然后双脚轻轻的打赤脚，对不对？对，打赤脚。所以这个运动是不要穿鞋的。对，不用穿鞋子，然后双脚扎实的踩在地板上。然后如果你旁边啊，像我和秉瑜老师，比如说你家里有爸爸妈妈一起做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分开一点点。因为我们等一下有手部的动作，怕会打到。对。OK，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双脚轻松的踩住，然后把你的臀部收起来，然后肚子收起来。老师，这个站姿我觉得也要稍微教一下观众朋友。我可以看到很多在路上行人走路的时候，他们在站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站。对不对？对。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姿势？他的肚子没有收，肚子没力。对，然后他的骨盆腔又跑掉了。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你的赶快照一下镜子，你是不是变成这样？脊椎是 S 型的。对。对，所以我们要教观众朋友怎么站，其实蛮大家都比较没有概念，反正站啊就是这样站啊。没有，我们的核心，比如说你有臀部，它轻轻的夹，肚子要收起来。然后肩膀呢要放轻松。所以
肩膀要往后一点点，这样胸就可以打开，对不对？你可以轻轻的画圈圈，然后往下夹。其实大家身体都很僵硬，哎，不自主的都会这样。其实拍有这堂课程，你只要轻松的做，然后跟着上运我们的动作，嗯哼，然后其实你可以轻松的达到你的效果。哦，对，所以它有一定的速度性，不像瑜伽那么慢，对不对？哦、对，它要稍微的跟着音乐做。嗯嗯，对，像我们瑜伽可以稍微的，比如说它呼吸的停留，按照自己的呼吸，但是拍有的话，它会结合上我们的音乐。哦，所以观众朋友，这是一个新的课程，对，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瑜伽来训练。不能想象说，哎、欸，这个瑜伽也太快了。其实不是。对，如果你把它当瑜伽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哇，好累的瑜伽哦。对，所以还是带一点点训练效果，有一点点的节奏性。对对 对, 對。那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些动作的要点。OK， 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暖身体，我们双手很轻易的从内侧画一个圈、哦，然后我们会做侧屈的伸展，右手往外面。这个动作侧屈是一般观众朋友比较没有做过的。对对对对对，双手从前侧画圈的时候，手指头往外画到最大嘛，对不对？然后侧屈的时候，你的手可以轻轻的扶住往侧面，稍微的支撑一下下，好，然后注意你的核心一定要往内收，然后再拉回来。然后我们做左边的时候一样，双手先画一个圈圈，所以这个是暖身运动。对，这是我们暖身运动。所以因为我们画圈，所以要稍微站开一点距离。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然后他会一直重复的做一样的动作，我们会有不一样的速度。比如说我们画圈，一开始的时候只画一个而已、嗯。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加快变成两次，两个，再一个。然后加上右手，做完之后，左边也一样，双手画两次。所以有慢的速度跟快的速度，慢的速度和快的速度都有。对对对对。好，那就是第一个动作。对，这是第一组动作。第二组动作，双脚轻轻的，还是并起来，肚子还是一定要收，不能放掉。好，然后双手在胸口前面，膝盖内夹，然后往下蹲，注意一下下哦，看一下我的侧面。臀部往下做的时候，你的背部不能驼背，你要轻轻的挺起来。哦，挺起来。对对对对对，感觉像要坐椅子。对，要去坐椅子。就感觉你的臀部有一个小板凳在下面，你要往下坐。然后记得你的膝盖不能往前超过脚尖，就椅子在后面嘛，你的膝盖也不会往前跑。嗯、哦，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其实都不太会用膝盖，对不对？嗯，都会错误的用。对，他的肌肉力量其实，有些人会想说，好。他要往下坐，他觉得他往前走，他就是已经往下，但是他的肚子可能力量没有真的完全的收起来，他会往前倾或者是往后倾，对。哦，所以大部分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应该是膝盖都会这样，对，自己去弯，他不会用，要稍微的把你的力量往内收，有些人会开了，对对对，把它夹起来，然后往下蹲。启动的点是在你的臀部，对，慢慢臀部慢慢的向下坐，那也是有速度，快速度跟慢速度，哦。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先做一个慢的，慢的，然后往后，右脚往后踩弓箭步，大步的向后踩出去，后脚脚跟是离开的， uh-huh. 然后后脚膝盖往地板， oh. 然后注意一下，也不要往前推，跟坐电梯一样，垂直下很小， 往下，对，往下蹲，嗯，对，对，然后也是一样，中间做完一个之后，换左脚，换左脚，再回来，是，很好。嗯，对。然后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既然有前后，那我们的旁边也要做，对不对？对。那我们的右脚先往外打开，右脚打开，大概是蹲马步的距离，好。然后膝盖和脚尖互相对齐，对对对，向外对齐嘛。对。然后臀部一样往下坐，那现在板凳就在你的坐骨以下。哦，对，往下蹲。然后你的肚子也一定要收，上半身不要往前倾。这个动作脚一定要开，对不对？对对对，往外开，跟你的。脚尖的方向一样，所以你的双脚不能这样子，这样子出去会变成膝盖和脚尖不一样。对对对对，嗯、要稍微的宽一点点，而且比较伤膝盖的感觉。对对对，要扎实的，因为这个动作会用到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好，大家有需要，因为大家都已经坐在椅子上太久了，腿都没有力了。那如果我们的腿做到了，它还有加上我们的上半身，双手交叉，是，然后展胸口。哦，加上手，对对对对对，然后右脚踩回来之后，
左脚也一样，换边也是一样，双手交叉，交叉，展胸口，展胸口，再回来。那重点来了，我们刚刚有加快，对不对？对。那我们也一样会加快做两个，一 ，n， 二，收回来，哦，然后再换一次左脚，一。所以等一下，老师，我们就跟着你的口令一起做动作。没错。对 ，OK, okay 吗？大家熟悉我们刚刚教的动作吗？我们已经教了三组了。OK, 第一个动作是双手，双手画圈，圈再一个，然后右手侧去玩，啊、侧去，回到中间玩，当然要左边也要再做一次，双手画圈，嗯、然后所以观众朋友不用记，把这些动作记起来吧，你稍微的小小的记一下，你的动作会做的比较确实。嗯、先熟悉动作、啊，老师会带给我们口令，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对，第二个动作，蹲往下，嗯，然后可以的话，右脚往后。往后，如果他没有办法先往后，他是不是可以坐原地？嗯、他可以坐原地，或者是踩小一点点。哦，小一点点。可以的话，就中间一个，右脚一个，还是听老师的口令。好，左脚一个。好的。对，你如果没有办法坐很大的话，那你就轻轻的蹲。先练习一下、啊，先感觉，因为有的人的腿真的是很没有力。对，而且可以让你的身体练习一下它的节奏感。是。对啊，就是下。上下下，那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记得吗？脚往外，脚往外出去，双手交叉展胸，对，再一个，两次以后并脚，然后左脚也一样一次，一 ，n 二，二 ，n 二，然后稍微注意一下看我的侧面哦，你在往下做的时候一样，往下蹲，好、oh. 哦，你的臀部可以到差不多你膝盖，你的小腿的长度。就不要低于，不要低于你的膝盖的高度、嗯。对啊，这十五天来，大家实在是坐的时间太长了。对，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动一动，站起来动一动，而且是下肢运动。对，肌肉如果不锻炼的话，它会消失，嗯，然后脂肪就会变多。对，那只要肌肉一消失以后，我们的骨质、钙质就会开始跟着流失，对不对？好可怕哦！我们要怎么样让新的一年里面身体维持一定的健康，而且不要让你的生理机能提早老化跟提早退化？就是提醒自己一定要运动。对，老师，这个动就是这个课程比较像肌力、肌耐力训练，对，肌耐力的训练，这些真的我们需要，因为你的肌肉的力量是用吃的，你绝对没有办法得到的，对，要训练，必须靠自己的重量训练，长期的训练。好，老师，这个动作我觉得观众朋友应该会很喜欢，真的吗？哦、所以，但是呢，我们要先让观众朋友喝一点水，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收看我们的健康一零一，等会见喽。欢迎观众朋友回来，我们健康一零一的节目。那今天的单元里头是要上。由我们新蒋老师帮带给观众朋友的是拍友的课程，就是皮拉提斯加瑜伽的结合，对，所以它不单是瑜伽的训练、伸展训练，它还有皮拉提斯的核心的训练，它雕塑到我们的全身，对，所以雕塑的话，雕塑为重，不是用刀子去雕塑肌肉，那个是或是抽脂，对，我觉得这样子很危险，而且很不健康，对不对？嗯、你必须靠自己的肌肉力量，而且我们的脂肪哦。听说在肌肉里头分不出来是哪一块是脂肪，哪一块是肌肉，对，所以要透过肌肉的收缩，嗯，才能够真正燃烧你的脂肪，嗯，对，老师，我的观念清楚吧？超级清楚，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正确的运动的观念跟健康的观念带给观众朋友，嗯，健康没有不二法门，不能靠吃药。对，吃药不会让你健康，反而会让你伤害你的身体。嗯、因此我们要适度的运动，而且要正确的饮食观念。对，对，这样才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身体一整年下来都是健健康康，没有小毛病。对，好，那我们还是要请到我们的老师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运动。嗯、我们欢迎 Julie 老师 ，Julie 老师，还有韦德老师，好。那元宵节大家吃元宵，对不对？对。元宵里头的热量，你知道芝麻的、花生的、红豆的，热、量都超级的高。好好吃啊！对，很好吃。所以观众朋友，因为糯米比较不消化。嗯，对，所以要适量。对，而且需要你的身体动一动才能消化掉。其实元宵我们可以应应景啊，吃个一两颗 OK、嗯。这样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其实对胃消化不好之外，热量也会累积太多。对。那你每一次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对不起自己，对不对？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口福之欲。嗯，对，你知道基隆的夜市有一家元宵超级好吃的，真的吗？对，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那意思是说我们等一下要去拍吗？但是我们要先做拍友，好吗？对对对，做完拍友大家才可以吃元宵，而且晚上就可以好好的吃一餐。真的，韦德老师已经在窃窃私语，他就已经忍不住想要吃元宵了。稍等一下，先看完我们的拍友训练之后呢，再一起享受你的美食。OK， 好，那我们还是有老师，这个有音乐吗？有，这个有音乐，然后我们要稍微取一下适当距离哦，比如说你前后左右的距离是要一点空，对对，要手伸开的一个空间，对，你的脚长，你的手长，对。如果有两个人站一起的话，就是一前一后分开。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画作是你站前面好了，我稍微前面一点，前后稍微的错开。对，怕打架了。如果不慎打到怎么办？不慎打到，那就跟对方说一下对不起，然后继续做了。没有，你知道吗？打是情，骂是爱。对，所以打到的时候要说什么？我爱你。谢谢冰雨老师。OK， 来各位，我们肩膀轻轻的放轻松，画圆圈，对，肩膀往下沉，然后检查一下你的双脚踩稳，脚趾头放轻松，扎实的踩在地板上，来再转一下肩膀，来双手借给我画一个圈，慢慢的打开，来右手侧屈拉展回来，回到中间，双手再一次打开，来左手，老师呼吸的方式呢？鼻吸，跟着双手吸气，吸气，吐气。吐气的时候是嘴巴还是鼻子？嗯，都可以选择一个你需要的，好吗？好好，但是吸气的时候一定要用鼻子，好吗？好。OK， 往侧。OK， 各位，我们可以的话，双手加快两圈，一再一个哦。来，侧去的速度一样，慢的，慢的，中间。还可以的话，用你的指尖画出最大的圆，左手可以吗？我们再做一次哦，双手画，来右手可以的话，稍微的加多一点点，稳定住你的，记得肚子和臀部轻轻的收起来 ，and 侧，来双手握在胸口，慢慢的蹲停在下面，慢慢的站起来，来再一次哦，往下，慢慢的站起来，可以哦，想象你的臀部后侧，对，将有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对，会有酸酸紧紧的感觉，好，我们再蹲一次，然后你要把你的右脚借给我，然后双手轻轻的拉开，往后踩中间，踩回来，中间蹲，慢慢的站起来，左脚往后，可以吗？我们再做一次中间蹲。站起来的时候不要太急哦，慢一点点。慢一点。你怎么下去，那就怎么样的速度回来。下 ，and 上，轻轻的往后踩。我们可以这个动作加快速度吗？各位，轻蹲，右脚后，踩回来，蹲，左脚后。老师这样臀部就已经有感觉了。对，而且你有没有大腿？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一点点喘喘的？对啊，有一点。所以它有一点心肺的训练，对，它有一点心肺的训练，结合上我们的雕塑 ，one and， 来再两次，还记得我们刚刚前面第一个动作吗？双手画两圈，对，我们把它加起来，双手画两圈，吸，再一个，来右手侧屈，来轻轻的拉回来，中间两圈，把你的视线放远哈，左手。OK， 双手握胸口，中间蹲，右脚往后踩。哦、对，第一个动作和第二个动作结合，可以吗？也就是让观众朋友再复习一次。对，所以一定很难会忘记，对不对？对。来，把你的右脚借给我，停在外面，双手往下交叉，打开，踩回来，换脚，打开，踩回来，再一次。打开回，记得往下沉，往下坐。一，还有右脚蹲，打开。如果你觉得你在这边已经觉得训练已经有感觉的话，那你可以停在这个速度，或者是等一下做两次快的，再回来。N 一，展胸。慢的。N， 嘿，像冰雨老师做的就是慢速度的。好，还有 N 右。左，
来，各位双脚并拢，我们吸气往上，稍微的调整一下呼吸。来，再一个，吐气。来，再两次，我们等一下从头到尾连续连起来做一次，好不好？好。OK， 来各位，双手从内侧画两圈，一，再一个，来右手侧拉展收回，双手画圈，来指尖画出去哦，下巴微收后侧，来中间握拳椅子蹲，右脚弓箭步后，还有啊，注意你的肩膀往外拉出去的时候，不要高过于你的肩膀后，手打开，手肘打开。还有 ，OK， 右脚是挂踩出去，快的或慢的哦。And 还有一，快，从身体稍微的往前打开，再一次 ，OK 吗？来，双手吸气上，顺一下气。然后这个动作做起来其实蛮喘的耶，对，有点气喘吁吁的感觉。对。所以还是可以，大概我老师建议我们做几遍。嗯，基本上像我们一首歌时间可能会有三到五分钟，对，我们大概会让到三到四次，从头到尾加起来。按照这样的动作，好，那老师再带着我们。真的吗？好，都会了哈，那我们再做一次。好，双脚并拢，肚子收紧，把双手从内侧画，再一个圈，把右手侧。来，慢慢的拉回来，双手画圈，再吸，来手侧，拉回来，来中间椅子蹲，膝盖内夹，肚子收，后踩右脚，中间蹲，后踩左脚，啊，一边我们再做一个蹲 ，and 下，还有 ，OK， 各位 squat 的动作记得吗？往下，一，慢的或快的。还有 and one 上 one and 回，记得你的呼吸要跟着动作一起哦。and OK， 来双手吸上 ，OK 吐气，肩膀放轻松，感觉如何？各位老师，觉得还想继续做的感觉，真的哦。所以我们可以再多做几遍。那慢慢的话，会你就会感受到那个身体的燃烧的感觉，对不对？它其实在做的时候，你肌肉训练到了，那你的重复的使用温度也身体的温度开始提升，身体就会热。对，那如果你在做更激烈或者是效果更大的动作，你就比较不会受伤。我们身体的温度，我们做这个动作，对，全身都有动到的感觉。对。好，你知道我每次一抬起来的时候，我身体就热了一下，就热了一下的感觉。所以皮拉提斯加 Yoga 的感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哎，让观众朋友感受到不同的运动。对。因为瑜伽不是只有在伸展，它还是有一点点的肌力训练。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你看我们的身上的这些肌肉，都是为了维持身体的稳定嘛。没错。对，所以观众朋友，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坐着看电视，一定要跟着我们老师一起做运动。对。那今天要非常感谢呢，小新新讲老师帮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运动，皮拉提斯加 Yoga， 还有的动作。还有。对。然后也要感谢 Julie 老师跟我们的韦老师跟我们观众一起做运动。嗯。好，更要感谢的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一起欣赏我们的健康101，先跟各位拜个晚年，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事事健康，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